大家好，欢迎来到基督恩典中心。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敬拜敬历神。感谢你们的出席，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会分享几项的报告，需要您的注意力，请看。教会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陈赞美牧师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分享，日期是9月6号和7号，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自由、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人生。诚心邀请你参加这场培灵会，此培灵会将会以华语进行，期待看见弟兄姐妹的出席。您可以透过教会月刊或关注教会的社交媒体和网站 caris.org.my 以了解最新的动态。谢谢大家。